万锦广场可不是落脚的好地方。失忆人，见你八字飘零，前路渺茫，命里带金，又飞来横祸呀。来了。哎，飞来的是家具。这里是副组长赐辉，前方是本次的任务目标，展开战术包抄。特工鼠目，你去哪里？特工鼠目，鼠目，多亏你不需要常规食物，要养活我们俩的话，我得运用一些流浪者的生存技巧了。比如，没事，就当我们一起吃了。还剩最后一个任务了。你们想要南庭恢复和平，我想委托你们回收我的家具。全联引荐的光耀会大款，组长，这是靠谱吗？你是超管局的人。子辉，你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要在这里种下超尸体大丽花吗？金交响全员现在停住。为了帮助灾区重建，为了阻止疾病肆虐，组长，请跟我一起撤离。交响最后两名组员，鼠目、刺辉。最后的任务必将完成。刺辉，特别行动小组，目的相同的情况下，我会和你们一起行动。战术限制解除，要上了，元素学矩阵展开，发射。您好，我叫嘉全，是个绑定者，这是我的纸质简历。喂，上班了。人来了，干杯。主城，英熙，我们动手了呀！